前景光夫，因为丢了一个纽扣，被景田扣押了。我在景田家是这么听说的。 你为什么要来告诉我？前景先生如果没有办法找到纽扣，他就无法自证清白。如果他无法自证清白，那景田就会对他严刑拷打，甚至杀了他。所以呢？所以我想问问你，能不能帮帮他？因为我爱上他了。